电源输入支持宽电压，电压范围只有12到24伏。24伏加端口连接电源正极， GND 端口连接电源负极， PE 端口连接大地，连接 PE 起到更好的安全保护和抗干扰。电源插座可以螺丝锁紧。电源线必须螺丝锁紧。